哇，现在这水底太清了，好清楚啊，鱼什么都能看见，就是这个相机我没法拿出来。然后呢，今天我第一次，今年的第一次那个穿这个这个鞋，这样的话就脚上不会冷。然后目前的话出太阳，所以身上目前也不冷，没有进水的话都不冷。
来确实是太小了，没有力，完全没了。你看这个多好，浪费了。就是到了就完全就没有了，真的还看得远，但这种都到这都没有，看后面有个大一点，可能有，应该有。哇，你看到这还是没有。感觉那么沮丧啊，以前还是累，跟你在一起，今天只有沮丧，累的话还不怎么累。好，这里看看，哇！
有一种成就了，有什么成果了，难吗？车也快没电了。
我就走。